我一直在思考我要什么样的生活。对这种山峰会活动那种憧憬，去尝试的人非常非常少，所以我想去看一看。 The peak was still unclimbed, and we knew if we didn't go for it, someone else was going to. 2011年10月，一支跨国登山队踏上了前往川西未登峰的探险之路。I totally believe we'll come back again to this mountain. 这是他们第三次进入这片人类未知区域，尝试攀登海拔6060米的央莫龙峰。You can see Yamalon, and that's the summit up there. We definitely had to find a new approach. Big rock! Rock! Big! You're always just constantly going and going and going, and then it was sustained. Too much wood? Yeah, there's a lot of wind today. Yeah, but we're almost there. Yeah, 100 meters. Woo! Thank you! Get up, Barasu! Get up, 欢呼雀跃，击掌相庆。对中方队员阿苏来说，这是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这烟拉的，这苏龙钦、王明、阿苏完成央莫龙峰的攀登后，他放弃高薪工作。 开始从事职业探险活动。冬季来临，他的另一个探险项目开始了，前往新疆阿尔泰山探寻中国最美的野雪。本身我喜欢滑雪，我也想去找真正最自然的、最漂亮的、最能触动你的一种野雪。野雪。 也就是自然雪，常常分布在高山或高纬度的山脉中。松软的粉雪是滑雪爱好者梦寐以求的雪质，因此寻找高山野雪资源是他们不断探索的动力。然而，在这些看似平静辽阔的大山背后，处处隐藏着危险。之后7年，可能我就断了3次腿吧。 所以说，其实有3年都是在写走路。从第一次呢，医生就告诉我，你就甭想再运动了，你就甭想不要再滑雪了。在人生低谷里，阿苏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对户外探险的共同爱好，让他们逃离都市，远赴北美，浪迹于阿拉斯加的山野之间。 2019年的1月5号，流浪汉多了一个小孩，多了一份责任，做一父亲的一个责任。那我认为，可能我跟孩子更多的是一种陪伴和我们相互的一种成长。繁而不俗的生活，平静而甜蜜，但在阿苏眼里，却是一场生活的大冒险。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中国川西那些皑皑的雪山，就时不时的。 会在他的内心掀起波澜。内心里面对这种山峰或对某一次探险活动那种憧憬和那种原动力还在吧？喜马拉雅以东的横断山脉，拥有25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未登峰。在人类星球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有如此多的处女地，在召唤着探险家？ 并激发这些勇敢者去开拓一条条震撼人心的新线路。成都。
离横断山脉最近的大城市。2019年4月12日，阔别未登峰探险7年后，阿苏决定从这里再次出发。分开的时候，对我来说，对小孩子的牵挂是整个探索最难的一部分。这次，他将目标锁定在距离成都300公里外的贡嘎区域的中山峰。贡嘎区域以海拔7556米的蜀山之王贡嘎山而得名，以贡嘎山为中心，周围林立着145座海拔5000-6000米的雪山，形成了群峰簇拥、雪山相接的壮美景象。四川还有很多地方我大部分都去过，各种攀登，但这条沟我一直都没有去过，它的未知方面反而带动了我的兴趣吧。贡嘎山比肩往东6公里，海拔6886米的中山峰，以众臣的姿态矗立在其身畔千万年。中山峰冰川发达，千年积雪覆盖在巨大的山体上，点燃了阿苏对于滑雪登山的向往。燕子沟你走过吗？燕子沟路不是很熟，是摸这个的话，过去离冰川要近一些，是吧？我们主要不是冰川，对，我们走到上路，主要上面去滑雪。滑雪？对，挺玩笑。对，你这是不是？摸这个山形陡得很哦，你滑到雪的话。我们到中山峰上去滑。中山峰你敢去滑？对。阿苏计划登顶中山峰，并从顶峰滑降。这对当地居民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It's okay, pretty chill actually. We'd only die once if we went off the road. 奈特是一位来自美国的雪崩课程教练。阿苏邀请他一起加入，是考虑到滑雪登山过程中隐藏的最大风险就是雪崩。好，把东西摘下来，老师。现在从这锅，从2000米开始往上走。只能到这儿，一根手指头。有多远？那么远。就一根手指头。这么远。就这么远。对。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对呀。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爬的山。雪山看似就在眼前，但要徒步上升至冰川区，需要经过漫长的原始路段，逐步上升至山脊，到达冰川的末端，在海拔5000米处搭建登山大本营，整个行程海拔上升将近3000米。走。漫长的接近路线，未知的雪况地形，都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为此，阿苏特意邀请了更熟悉川西地形的刘俊福作为攀登搭档。用毛细现象，然后把它水滤过来，那些浑浊物就会从这个纸里面分离出来。随着海拔的升高，意想不到的困难不断出现，让奈特和阿苏始料未及。雪板很长，背在包上，到那个林子里面的话，你必须蹲下来，而且全程是上坡，所以走起来特别的费力。如果这个雪板能折成两半就好了，会轻松一点。应该先发明一下，回头回去研究一下。个性人专用，折叠装板。哎呦，哎远，好远，好远啊！现在海拔好多了，哎，5公里有。现在到4100了，明天早上我们就从这里。8点钟准时出发，你7点半就准备大家把营地收拾好。其实昨天走了半天，然后今天就上升将近1500，我感觉明天我们往上就会短一点，到上面5000，后面越来越短。往上走。见过这些龟儿被搬搬上来没有？被搬搬。哦。被啥子搬搬？滑雪搬搬的。滑雪搬搬。哦。滑雪搬搬还没见到过。疯了，刚才。第一次见到被滑雪搬搬的。漫长的攀登路线，耗费了太多体力和耐心，使得大家的情绪变得急躁起来。
那天看照片，商量的好好的，不用见了。来给我们结婚了，一辈。给我们讲好四千八银。哦，没有，这什么时候讲好的？已经十一点，我们过去过转过去干四个小时。我和小刘，然后我们三个在前面，对，就一个，然后你在第二个，然后我们俩轮着在前面开路。切到那个街的下面去嘛，切嘛。之前没有让攀登队走过这边，然后包杯弓他们不想往上印的。但是我们那么多的东西我们没办法，我们的时间本来就十几天，这个是状况比较大吧。今天是杯弓运送物资的最后一天，如果不把所有物资运到海拔5000米的预定营地，他们之后的攀登难度将会大大增加。我们再商量一下明天那么办，是不是？我已经说了时间问题，对不对？不对？我们时间也不够了，3:30从这里出去，我们要6:30才能到那个黑伯伯娘子，如果再下去的话，我们肯定天会黑的。现在我们在一个两个垭口之间，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两边都很不好走。现在，而且左右两边都是悬崖。对，过去还差多远？过去，肯定还有几百米的横切的雪坡。因为杯弓今天弄完就得回家了，后面就只靠我们自己。我们离我们的主峰中山峰还有2000米。下午3:30。队伍还没到达海拔5000米的大本营，杯弓们便执意下山了。留下的物资没有足够的人力背负，阿苏只好临时决定在海拔4800米的地方搭建大本营。How far are you going to carry this, Johnny? I don't know. Until it gets too heavy, or until we run out of toilet paper. But for right now, I just use it to get my thoughts out and heal and talk about my day.在静谧的高山寻片刻的安宁，聆听内心的声音，这也许就是寻雪的意义所在。第二天天空放晴，中山峰壮阔的冰川终于在阿苏面前展露无遗。哇，看到山特别漂亮，就站在你面前，可能好几次你看到顶，你就想象自己从上面滑下来的那种身影画面在你脑中浮现。Sleeping was definitely tough. Definitely practiced breathing and didn't really sleep. 当阿苏憧憬着登顶的美好时，奈特则开始有些抱怨。稍微整理一下装备，今天想上去再看一下。为了照顾奈特的情绪，阿苏决定和刘俊甫将部分物资运送到海拔5300米的位置，以缓解后面的攀登压力。没事，要在很多乱石阵里面、解坡里面、冰川跟那个岩石的交缝的那种地方往前攀登，不好住，累屁了。差不多现在到了5300米的冰川，我们明天打算往里面走，然后顺着那个冰坡滑硬的地方再往上。接近到我们路线起步的地方，看一下路线。冰裂缝危机密布，阿苏不敢贸然前行，他只得依靠无人机来侦察前方的线路。You guys made it to like here, yeah, about here. 那这再去绕的话又更远。你这边肯定到不了，这太破碎了。Because like this today when I'm walking, yeah, 就今天我躲在边上，我都掉进去两次裂缝，因为它这个真的都穿这个冰川长条状很多 ，many many crevasses, yeah, careful. 前路凶险莫测，而营地补给的快速消耗也正在逼近极限。你昨天6罐气，你看今天还有3罐。3罐多一点，3罐半用完了以后，我们接下来是3800。我们可能前几天就是煮肉啊，乱七八糟，有点过度食用了，这是很大问题。高山气罐是融雪化水的主要燃料，如果没有气罐，队员们将无法补充水分，更会导致生命危险。气罐的数量就决定了我们在山上还能待多久，我们只能按照很紧凑的计划去攀登，而且我们必须在气罐使用之前就回来，所以我们后面的攀登的容错率就很少。
昨天运过来的，所以今天要全部背上。而且我们今天又背了一些东西上来，所以后面的路会更辛苦。Yeah, we just got our equipment, and we're gonna get as far as we can before the weather kind of shuts us down, and we don't feel great about what we're doing anymore.找到地方了，对，要穿踏铁板了。回去喽，后面就你们注意安全，祝你们成功登顶。背工老邓担心阿苏，执意要陪他到海拔5300米，但前方冰裂缝风险增大，缺乏专业攀登经验的老邓也不得不下车到大本营。Perpendicular to this slope, they're just, you know, kind of running across. Go left this way, there, 1, 2, 3, right? Yeah, I think so. 为了防止掉入冰裂缝，他们不得不结组行进。这个攀登它就像一条线上连接着三个生命，所以你对对方都是100%的信任的。We can like see these trenches that we've kind of been walking up for the last 40 minutes.And that's where like all the water's melting and just like pooling and funneling down the glacier. 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千年冰层之下暗流涌动，冰裂缝也随处可见。如果掉入冰裂缝，在接近性很差的中山峰获得外界救援几率几乎为零。现在几点了？哦，6:30。看两边得几个地方去看看。Tired, I am tired. C 一现在有5600米的海拔。对，我们刚才才搭好帐篷，然后我们现在在吃点东西，我们现在都很累。要这边 ，Thank you guys. You got a wonderful, amazing animal job. 嘘啊！Tired, I'm hot already. 今天，他们计划将营地建立在海拔6300米的地方。Thank you. Yeah, do it. 奈特已经难以承受，情绪有些低落。在氧气含量不足平原1/3的高山，背负着近40斤的装备向上攀登，每上升一步都尤为艰难。极限消耗着他们的体能，也在摧毁他们的意志。此时天气突变，狂风夹杂着雪地席卷而来，我们就是完全就被吹走那种样子，往前挪动一步两步，然后就死死的钉，就像钉子钉在那个。由于风寒效应，风很大的话，它会迅速的带走你的身上的温度。穿上所有的衣服之后，还是感到很冷，特别是我们的脚，继续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会被冻伤或者失温。在风雪中艰难行进1个小时后，能见度变得越来越差，以致难以辨别方向。他们被迫在海拔6100米搭建营地。头有点疼，一口特别口渴，不知道为什么。Feel like shit. Feel like I've been drinking a lot of alcohol. 高海拔和过多的体能消耗引发的高原反应，让三人难以入眠。一夜的暴风雪后，天气渐晴。他们决定在此休整，并在凌晨发起冲顶。明天天气预报说是
早上会有太阳，那下午肯定也天气预报说会有雪。对，但我们那后面的天气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明天是充电的时间了。嗯，对，待不下去了。对。So scared, we. Hey guys, how's it feel? It's windy, and I don't want to get up right now. I think the wind will definitely not stop. I think if we get up, then we'll get out of here. Like, walking in the wind's dangerous. Like, this is every bit as strong as it was when we were, like, stopping and going and, like, just freaking out trying to set up a tent, you know?Yeah, we have not enough gas. And we have not enough food. Like, yeah, I don't think we can really wait out the storm. Yeah, get a try. Yeah? Yeah, why not? Yeah. Come on! Yeah! Uzi! 风却依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但阿苏别无选择。Ready to go. Time's down. I don't know. Probably almost five. 如果不出发的话，冲顶时间不够，我们想冒着风先往前走。出发的时候是晚上，而且又有大风，然后海拔也不断的升高，所以特别的冷，衣服上和装备上都结冰了。远处你能看到阳光，但是你丝毫感受不到它的温度。返回到大本营的背工老邓。始终惦记着阿苏的安危。大本营呼叫，大本营呼叫，听到请回复，听到请回复。你觉得他们现在怎么样，老邓？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快冲顶了吧。此时，攀登至6500米的阿苏再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How do you think?I think you two should go. 他现在状况很不行啊，他一直说我们两个自己走。大风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而奈特已经崩溃。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去，你认为呢？很好，除非他们滑雪下去，或者我们送他们下去，我们盘了一面。顶峰近在咫尺，七年的准备，十天的攀登。就此放弃，阿苏心有不甘。It's hard decision for anyone, but I'm here, the winner. Okay, let's get down together. We go home. 然而，面对奈特的安全和生命的尊重，他只能将梦想留在心底。在离顶峰不到300米处，阿苏最终选择滑雪下车。这不是他的懦弱，而是内心的勇敢。探险不是对未知世界的探寻，而是对自身的挑战。在阿苏放弃攀登的那一刻，也是一个攀登者的高光。